为什么有人在耍废？是谁？是不是你？就你没有下载啊？为什么不下载啊？你们先下载，然后加我的，不然我进不了40名，我们会被贴上装死的标签，以后我们就是装死的实况主，知道吗？就是你们一定要加我的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，就是我们现在就只能这样子做。